我是贼，今天装挂号居然匹配到一个战神，那这一局的思路必须要转变一下，直接来中路爬到这上面，先手打一个。这局的打法还是不能太激进了，可能激进一点打不过，只能打暗枪才能够击杀。这走着走着已经放松警惕了，这个人蹲了好久，看我走过来他也冲出来，老阴人了呀。旁边队友应该摆平了，我再次蹲上来，爬到这上面有个人迎面而来，来得巧啊，趴在上面再蹲一下，这个人千里迢迢说不定又会赶过来了，再见。现在爆炸了吧，我再爬上来故技重施，没想到算你狠。复活之后，哎，怎么又是这个小黄人啊？这小黄人是对面的拖油瓶，所以说如果遇到他勇敢的上白给，稳赚不亏。又是他，其实子怡现在明牌好吧，这个小黄人就是子怡安排在对面的卧底，准备见机行事。团队竞技里面滑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能，因为滑铲的时候你移速很快，对面可能瞄不到你，而且滑铲的途中又能够打架。这小兄弟杀气腾腾的滑铲冲了过来，再接你拿回去复活吧，刚想溜了没想到又来一个，刚刚我猫在那里他也没过来呀，来进行妖射一波，怎么又是他呀？洞里有个狗哥，先把他送回去，可是怎么突然又过来一个人，一打一呀、啊！复活之后先打右边这个，打一下狗哥，这迷你有一枪瞬狙的味道啊。现在 M24 到手，对面这位老哥复活了，这一枪残不残忍？而在这里我发现了什么，有个人偷着加血，现在子怡感觉要来一波爆发了，全都没有发现我，超神了！蓝队诞生了新的这么简单，蓝队选手疯狂得分，但这把手枪着实卡手啊，好像被逮到了。不过我觉得我可以操作一下，我进来，我再出去，我再进来，我再出去，我绕死你们！蓝队的超神成功拖延了时间。阿四五，他们在打队友，赶紧趁机上。时间过半，蓝队在好成功解决卡手问题。复活之后，离天桥这个老弟还是挺近的。来刺水枪教育他一波，左右来回走位就可以了。现在 P1911 一掏，一定要学会偷袭，再接再厉。看他们在打队友，就直接上了，准备拍。拿到了赛点，比赛结束，蓝队获。